和你再不接头，突然变得无心，走得这么靠近，可以看见你的眼睛。放下我的意义，很感动的一句话，你需要留给勉强啊。文章第一，太开心了，我太开心了。他一直说我是他的苹果，然后他一直很想把我吃掉。这句话可以说吗？所以我们第一位继续第一位的好，我们今天先请我们的马先生带来我们的掌声鼓励。接下来一位呢，已再次响起我们香槟的名声，代表我们的 M 歌手专辑成功。耶！祝我们 M 歌手的新的专辑可以大卖哈，开出红盘啊，可以冲破银章呢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五位主讲的艺人啊。好，我们请我们沈达跟阿杰一起拍起这个非常感动的一个。那当然呢，今天呢有这个非常成功的这个记者发布会呢，也要感谢所有的赞助商。